外婆家，那所以爸爸回家的时候他才回到自己家。然后这天他看到爸爸好像很疲倦，你好像是不知道是健康出了问题呢，还是很累，就是很疲倦，对吧？但是爸爸依然跟他说，哎呀，那我很爱你，有一天呢我会带你去环游世界。不要碰！快关！啊！